母鸟。闭眼睛也在睡觉。那是睡觉。对。大家已经点头了，等半天不飞啊，就看手机那就。哇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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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太黑了，飞到他们家楼顶。从
边。下雨了哈，客机大，对，这飞机太低了吧。公鸟带一只食物回来以后，丢在这边给雏鸟、给幼鸟。公鸟飞来这里，上去了。好，收工，拍了三个多钟头，最后公鸟带着食物回来，还不错。今天有的画面没有按到录影。公鸟从雏鸟那边把，因为之前丢给它吃嘛，帮它拔毛应该吃饱。公鸟把食物带出来，到另外地方藏起来以后，结果那段没按到录影，那段追得很漂亮，竟然没按到录影。无所谓，反正机会还是有。今天已经拍了三个钟头了，可以的。而且也发现到雏鸟，哇，今天早上雏鸟离巢，从这里飞来这里了，飞来这里，对，那去龙洞晃一下嘛，下雨回家好了。这个雷达回波，那个红色的快过来了，再拍也没多久了。提早收工，我记得下午会放行，不过算了。回家好了。